们的队伍像太阳。二十世纪中后期，那四小龙的发展都是什么？集权，脚踏着祖国的大地。汉语说，我是中国人。我是1990年12月26日生，和毛主席一天，似乎是就是冥冥中的一种力量。毛泽东的气质高个飘扬。我自己的唱牌看着，人们都说黑白音乐是来自美国，但是让他们知道大洋彼岸的东方也有我们自己的声音。上大学一定不能堕落。他们都说上大学有两件事一定要做的，一个就是进学生会，另一个就是谈一场恋爱。我不是一个很善于表露感情的人。当时都认识，不告诉你，我不知道。不对，我站住，听两分钟。时间就是一把杀猪刀，就像是一刀一刀的剁，一刀一刀的切。咱们直接过死哪儿了？来，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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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。是谁带领了人民在朝中国太平盛世建设？那就是中国共产党。